追他，你懂吗？你看，你看，嗯，你看，你看，不打我，你看到没有？还有机会啊！现在我是神装了，不是我逛街，是我站在这，他们往塔下跑，你懂吗？你看看，我来了，姐。他们怎么见你都跑呀？你看看，你懂我的意思吧？都跑走了。这不是我不拿头呀！上上上！这个头能拿，这个头能拿。你看看，你看看，没事杀了姐，就不跟我打架。哦，小心小心，这伤害太高。你看，拿个五杀给他看。你跑、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自己看吧、哎，对吧？你自己看吧。我没技能呢，我赌泉水了。不然这波就五杀。男枪怎么赌泉水？是的。不，你可高看。不是我不杀，我吸点血啊。轮得到你插嘴，闭着吧你。我只能越塔，只能越塔。好劲，白忙了，怎么回事？对吧？你们自己看吧。哎，我追回来了，你别叫，我装备带起来。不是我不拿，是对面现在就不，就是直接就是你上啊！你搁这看啥呀？不是怼我了，岛屿，你的任务是安抚你姐，你人头落后了。不拿头没事，主要是想看我吃屎。你搁这叫我姐。哦，我姐能。你看看这么不舒服吗？你看，你看，姐，我就差一点了，马上得追起来了，你别急。你看，哦，好牛逼，十个，稳稳拿捏。我赌泉水了，十个头，我追得起来，姐。我直接在高地赌泉水，对，狂一点，一个五杀就追回来了，随便拿。行，我听你们的，赌泉水。给你拿着五杀，而且我还不好越塔，我男枪还不好越塔。请他们吃小汉堡，我看他们俩到时候什么表情。现在也就21-31，跑上路去了，也就十个头，我一波五杀就回来了。而且姐，我现在马上六神了。不是我杀不了了。对面怎么没人了呀？你要知道，不是我现在这个装备杀不了了。你看看，你看看，姐杀了三个，还差两个。好杀，好杀，赶紧追，赶紧追。你看看。我找一下他们人在哪儿。对面都，姐，我现在就差对面是不是黑子呀？嗯，还差七个。我靠实力！哎，我找碾压了对面，你看对面还给他送人头，你看看，对面是不是黑子？姐，蛮快了，现在就差六个了。挺好，挺好了。他现在别让他抢了，别让他抢了。哎，让他跑了。嗯，没事，他只要回来他就死。哎呀，手短了一点。哎呀，没事，再搞我要推塔了，真的受不了了。嗯嗯，姐姐你们继续送。哎、我发现我他伤害我跟着皎月了，妈的，伤害还挺高的。喜欢给皎月送是吧？伤害还挺高六个头、啊，老子他妈今天就跟着他。用不着你说，当然了，六个头也是头，怎么啦？不是我逛街，哪怕追上，你看你现在还能嚣张多久啊？领先一个头也是恶心你们，也是踩你头上。怎么空大了，哥们儿？啥时候逛街了？看，管好你家陪玩吧。姐就差一点，牛逼牛逼牛逼！还差四个，没事，我能追。我回家还能补两件装备。五杀！他现在什么装备都没了，补不起来。这个老鼠过来还要死。嗯，跟着走。妈的！我操！那老鼠跑走了，溜走了。我回家补个装备，姐。我回家六神了。嗯。行。你等我起来。哦，夜伯人头，赶紧揍死！哦，这个宝大真帅。没事，姐。牛逼。就差五个姐，就差五个，没事，你能追回来的。哎呀，那个男真的很烦、啊。哎，就差一点，就差一点。没打到我吗？哎、他们在小龙，没事。啊，看见了，还差一点。好，杀杀杀杀杀！现在势头不错啊，一鼓作气。姐，就差三个了，牛逼牛逼，差三个，可以姐，就差三个，就差三个，就差三个。推塔了，哎、别念 了，还差三个呢。我推了，烦死了，你闭嘴啊！这不是还领先三个呢吗？推塔了，推塔了。用得着你说？我自己有眼睛，我自己不会看啊。推
推倒了。我刚刚都说了，哪怕是比你多一个，都是我心里的。等会就比你多了，现在是姐就差一个，就差一个了，姐。比你多了，看你能不能讲得出话，你再给我嚣张，再给我跳两下吗？我推了，好急呀、啊，这个男枪。谁是阴间生物？有你阴间吗？你别推啊！你别推啊，哥们！玩不玩得起啊 ？OK， 姐，够了，好恶心。哎，只要再杀一个，可以再杀一个，再杀一个。我只要再杀一个，没事。我们就比他多一个也行，就再杀一个，再杀一个，可以做到吗？牛逼 ！OK，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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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牛逼！这给他没事。不能怪我，这绝对不能怪我。带装备，他就完全打不了了。别推啊！别推啊！有本事别推啊！这个，哎，可惜他隐身走了。这老鼠真好，好恶心！哎呦，你看给他骑的，你看给他骑的，就是啊！现在谁落后？谁落后啊？别掉了，追平了！现在谁落后了？刚刚不是说输一个也是厉害吗？别亏呀！那你赢了吗？你赢了吗？你别跟我犟了、你赢了吗？不能怪我。拿一血。没事，这把一血肯定是我的。欢迎来到英雄联盟。这把怎么样还不一定。对面岩雀中单，随便上的。我帮你打爷爷梦。收到超管提醒，请注意。哎呦，你说我要不要去抢他野怪姐姐？别贱啊，滚啦！拿一血最重要，先恶心死他。OK， 哎呀，一血肯定是我的，烦死了，没事。全军出击。OK。哥们儿，我这把我也不恶心你了，我就看一下你啥实力，行吧？你也别来恶心我。我哪有实力啊？我帮你扛爷爷莫，我站里面一点。哦，行。哦，你家陪玩不会自闭了吧？打的不是我啊！不会害怕了吧？不会被我们打起20分的精神威压吓到了吧？没事，姐，这把一血给你奶一口，我走了。支棱起来。OK， 马上杀。哦，好稳啊，直接嗑药了。好吧，没有一血了。哎呦，上路一血送了。失误了。我没见你玩过这个英雄夜魔。可以啊。那今天让你见一下。秀。姐让你见一下。找不到人。对啊，一直在打。接下来杀他。一水一直在秀。杀了姐。OK， 起个好势的了。是的，我这把认真操作，他们不可能打得赢我的。我上马就是太放水了。哦，千万不能放水，打起你20分精神。我必须的，姐，我这把肯定打起20分精神。把他们头都揪下来。没问题，看上路有没有机会呀。看到，哎呦，跟不上我们的，应该走跑不掉吧，跑不掉吧。哦，有人，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小偷啊？快一点。哎，又怎么样呢？我吃到经验不就行了？又怎么样呢？他交了一个闪，我也赚啊。多吃金鸡啊，杀人！
没事，现在一比一。我只想看到人头。没事，姐，现在一比一。我只想看到你一直杀人的亮起来，我才会开心。好。包要保护我的，知道吗？包要让我开心的。相信我，姐。想让我开心，就得多杀点人。这把肯定会让你开心。你要表现好了才会有之后。我们姐今天打完，好了，有没有？今天打完后面肯定都是我。是不是更厉害一点？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今天这把打完，你以后肯定都会点我的，你相信我。那你肯定要好好表现啊！你要狠狠杀，你要这个、哎、这个还点不到吗？这怎么思绪？我没技能了，没事。没事没事，他回城。打得真烦。哎呦，他回城了。他跑了，可惜。我前期伤害不够，我回家补个装备就行了。你等我后期，你把他直接把那个杀爆。现在一比一，随便追的。我刚刚如果不买这个鞋子，买个法强装，他就死了。伤害算的有点差。正好就差那一丝血皮，我看到了。能追的。这波能打，这波。叶博，你没事吧？你是被他们搞心态了吗？我可没搞他心态啊。嗯？人家我们正常玩，怎么了？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哎呀，肯定是害怕了呗，还能怎么办？是不是害怕了，夜魔？姐姐杀了，杀了，杀了！你看，你看，肯定要更害怕了。好杀，好杀！没事，我只要打出一波优势，后面他就玩不了了。我感觉这个。这个侠，我们要是拿了这个赏金就起飞了。我们已经落后了。等下，等下，我马上过来，再给你奶一口。没事，一会儿再过来拿也行。要不先六吧？再杀一个，再杀一个，我们直接跟他们拉开差距。感觉不到六，不是很好拿。好，他现在节奏有点断，没事。他现在起不来，他现在已经被你害怕到了，被你的气势吓到了。哎呀，明天晚上还要跟他打比赛，那不得把他杀爆啊！他一想到明天晚上对面又是你，哎呦，吓得现在就开始慌了，现在就打不好了。他今天晚上打不过我，他明天晚上就对我有畏惧了。OK， 来给你奶一口。那你现在就多杀一点，多杀有点小。我在伤，没事。我走了。这个岩雀已经玩不了了。姐姐，你多送几个，没事。嗯，好。行。对面怎么都没人呢？过来，过来。能杀，能杀，能杀，这个能杀。OK， 能杀能杀能杀，一丝一丝。叶博，我真是杀了。哎呦，差一点，没事了。这个瑞文，再 A 一下吗？不，杀了杀了姐。傻的没被你技能。没事，杀了姐。现在3-2，我还领先，姐没事，你们继续送。哦，行。包懂的呀，
我操，这个侠11-1了，待会儿提一波人头，我直接起飞。行行行，直接给他们拉开差距，让他们看看什么是差距。这个多杀一点，才能让我开心，知道不？我肯定会让你开心的，姐，没事。我在赶，我在赶，我在赶。对面这个侠交大了，可惜了，这1000块没拿到。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我看看。没有机会就算了，姐。我继续去中路杀这个。你怎么这么安静啊？你怎么不说话了呀？你觉得这个岛屿玩的怎么样？啊，还行吧，肯定好啊。还行吧，但我觉得一般哎。我觉得应该是他上吧，这太恶心了。上班是你们开始恶心啊，我们现在就把你们杀爆。哥们儿别来呀，你打好自己的不就好了，干嘛来我中啊？拿什么杀爆啊？这也没多呀，实力啊，你看着。啊不行，杀不了我姐。关键是夜魔，我没赢人头，你比我还难过，就给我整不会了。没有啊，我只是话少了一点。别有太大压力嘛，我相信你的技术。没压力啊，一点压力没有。你这没有压力，你这很沉默啊，我就感觉你比我还难过呢。别烂脾气过，加油加油！相信我，姐姐，没事。嗯，给我整的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再杀一个，那拉开差距，现在都平了。这个，我之前为什么投资你，你还记得吗，炎魔？忘了。我当时跟你说，我说我就看你行，我就看你拿五杀贼帅。哦。我就觉得你就玩的就很厉害。所以我是相信你的，而且我觉得你也很厉害，但是就是你这么一难过就我不知道。没事姐，待会儿我也给你拿几个武伤，让你觉得爽。行，我就喜欢你这样子嚣张的样子，给他们看看。不，我记得我那天碰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可。就是感觉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哎，你今天这么沉默就很不像你了。我觉得你在我心里还是挺厉害的呀。姐，我正常打，我只是话少了一点，我正常在玩呢。直接打他脸，岛屿打他脸，哎，我拉开差距再杀一个。就是感觉你是很难过的样子。哎呦不行，他技能都交给我了。哎。下一波，算了，杀不了，算了。没事，你就看他在那刷微信步数吧。直接交大跑这个岩去，真溜。现在他不交那个大，你可能就将他收入囊中了。他不交这个大，他包死了呀。这样吧，梨窝，上局平手了，你对你陪玩自信吗？肯定啊，你不看他后面怎么 C？ 岛屿，我要你拿出你全部的实力，知道吗？哎呦，哥们儿，不要给我藏着掖着。飞两个了，哥们儿。我不放水。你对他很自信是吧？你觉得他很厉害是吧？那我肯定自信啊，何止自信，我真碾压好吗？真碾压你们。那么我们额外加一个玩法，你要不要来？来不来？
你说，你说我听听。行，你玩是吧？我想一下。那你有啥不好意思玩的呀？你说呗，啥？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啊。还没想好，还在那说呢。你想好你说啥？没有啊，我得先争取一下你的意见。你想玩，咱就开始玩，对吧？哎，是你先问我玩，我当然包答应了呀，我很自信的，好吗？哎，这样吧，我想到了，那我们后输的那个人，姐姐打他，给个沉默，给个沉默。谁给你沉默啊？你的想的挺美。牛逼。OK， 拿到1000块了。哎，离我听我说呗。就是最后输的一方给赢的100个头，你要不要玩？什么？100个头是不是少了呀？就是少了。啊？那行，你别反悔啊！我告诉你，行不行？你要嫌少，200个也行，玩不玩？你别反悔，我就跟你说这句话。那你玩哪个嘛？听见了，刀鱼。那你玩哪个嘛？听见了，姐。现在双方都是持平的，对吧？5-5，所以我就问你敢不敢玩？那我肯定敢啊！我都说了，我自信，我和你自信，我真碾压你们，听到了吗，刀鱼？听见了，姐。那我们就最后输的那个要给赢的那个转100个头，额外附加100个，才100，额外行，你别反悔。你总说什么额外附加200个？只是话少呀，多不多？认真打游戏呀、啊！额外附加200个，你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我还能跟你不赌、啊？怎么心态坏了？话少呀！好，姐，我对自己有信心。跟心态坏有啥关系？那就这么玩嘛。那我重说一遍，就是输的那一方最后要给赢的那一方额外200个头，说好了吧？行，你别反悔，不要到时候又哭哭啼啼的，输不起。最看不起你这种又馋输不起的人了。我输不起。200个是只要赢了一方就行是吧？一个头100点是吧？你只要赢一个就是亮200个，他这意思。哦，额外给还是后台滑？这个侠怎么一直？额外给吧，微信、支付宝都行。喂，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别反悔了。好，姐，你相信我，我肯定能给你赢的。拉开差距，多杀两个。夜魔，姐，给他减速，给他减速。夜魔，在呢。夜魔。哦，在呢，忘记开麦了。听到没？我们博客是压上了对你的信任哦，别让我失望。可以。小雨，你也都听到了吧？听见了，姐姐。夜魔啊，这200个是我投资给你，你要是能赢，给你2000奖金。你在说什么啊？你是不是说错对象了？什么？我跟导演说话呢，你眼皮儿都喊错了你。我跟导演说话呢。姐姐没事，这我肯定给你拿下。那我肯定相信你啊。我就随便杀的。夜魔，你要是能赢，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不就是我不会给你框定那个什么限定什么的。你就随便提要求。可以啊。我能给你的我就给你，好不好？可以啊。是像什么红包呀，或者是额外的奖励啊什么的都可以提，随便你。好了，姐姐你快跑。好了。你我姐你快走。我人头快追上了。没什么事，你马上赶到。没事，把他赶到，收下这个人头。我们俩持平的，没事。追上！我看你这个比分平的，他好有心思啊！哇，这个熊有点肉，
他好有心思啊，他宁愿不杀也不让我抽啊。夜魔快来快来，这来了有什么用？冲冲冲，这波可以，这波可以。快来快来，我在上，我在上，可以可以可以，等于冲，没事，在上，别让他抢。我看一下位置，姐能走吗？我死了都，你姐已经嘎了，哦，别姐了姐。你给我拿下人头，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机会，叶博。别让他拿！哎呀！哎呀，这个头能拿不？我不能进，有个小孩盯着我们。小心！我可是压上了这么多的皮啊！杀了杀了，1000块钱、哎、行平了平了，再下一个，拉开差距，现呜、哦、可以、哎、我的领先了，杀我牛逼，他这伤害太高了，就20000个点啊，你不要，我知道我知道姐，我们现在可是20000点哦，我回家，他就比我多一个头，领先了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侠，这怎么知道我在这呢？奇奇怪怪的。没事，我回国家。扬眉吐气、啊，领先了，真的是。我刚拿了个1000块姐姐。但是落后了一个头啊！你赶紧追上，赶紧追啊！这能拿不？拿。哎，他真恶心！别杀了、啊。行，牛逼牛逼牛逼，也算是追上了。姐姐，你给他整个速！哎，哎呦，他死了，他死了！哎，没事没事，能打的。能打能打，平的平的。平的。额外的20000点。7比7平的，没事。直接转的那种。我知道我知道姐，叶博，我现在恨不得我立马复活、哦、哎呦可以，哎呀又让他赶上了，小心，来这熊有点肉啊，又超过了，哎没事，就超一个姐，赶紧追赶紧追，再追再追姐、哦、这个狗熊，减个速，姐姐。行行行行，电魔，我觉得我们这波还有机会，你觉得呢？他怎么又要拿头了？哎，啥、啊？没听到？追的，哎呀，他跑没了。你看他又冲上去了，先他头，先他头，让这个艾克先死，去死吧！哎，不是，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是我家陪玩，你去。哎呦，他们、哎、没事，他别让他拿到就行。我们啊！妈呀！哇，好牛！又让他拿了！这侠没大吗？20000点油定了，小梨窝。他三个了。我在追，我在追姐。我这额外的两万点油定了，小梨窝，知道没？我不光赢你人头，我还额外赢你20000点。你先别叫，比赛结束了吗？你就在这叫，牛逼！哎呦，好烦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五个，拿个五杀。就五个、啊、就差五个头，7比12，还好拿五杀就行了，是的，谁拿五杀不一定哦，等着吧，你没事，姐能追五个头而已，
五个头拿五杀、啊、这波他等我上路又拿一个了。没有他不在上路没事儿。真香呀这五个。没事姐追了一个追了一个追了一个。好恶心。你等着慢慢追四个呢还有。是的。能追没事儿。嗯。OK, OK, 来这里拿这个。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哎呀、哦、看起来他不太行呀、啊、他有大他有大他这波没大死了就是啊夜魔快来、啊、姐姐我没状态了、哎、我这波回家一头哦给你奶一头恶心啊、哦、好好两个杀我操三个别那么杀了哎呦我刚刚把匣子大打出来了不然他拿不到的姐拿不下怪我怪我怪我姐哎那开始你就喜欢听别人爱生态让他找他技能你去 K 头啊真烦现在都差多少了都差七个了我们这是两万点啊额外的两万点我在追我在追我在追姐能追的我听你那说话的语气我就烦我拿个五杀就行了姐就对了烦就应该了拿个五杀还不够呢赶紧哭哭杀像你上把那样啊逆风翻盘啊像你上把最后杀起来那样啊赶紧要杀起来啊子熊哎这个熊啊三个啊我操怎么这么帅三个、啊、不是不是夜魔啊你是不是麦克风没打开啊还是觉得这是正常操作没有啊话比较少、哦、话越少人越狠是吧哦还好吧好夸张啊姐你别理他昨晚自己赶紧杀这狗熊这狗熊跟有毛病一样他就盯着我你突然话这么少谁让你不开心了呀阿夜魔你跟我说我帮你出气怎么回事哦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就是有人说你啥的或者是又怎么发生什么之类的、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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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嗯、对就是认真操作是吧哦对我回家出个法穿对面出了好多魔法、哦、哎呀他又杀他他杀他哎呦不杀他他杀哇对他自杀自杀自杀别让他拿五杀别让他拿五杀我在改我在改姐快去抢他五杀我在追姐没事赶紧跑啊、哎、这烦死了还回头干嘛呀22怎么回事啊二十二比八没事呢哎没事姐没事我这么慌呢赶紧追啊再追了姐哎呀杀了杀了我们拿四个你拿一个嗯稳赚不亏十三个那我是不是杀了赶上赶上赶上你也拿个五杀看看我一次五杀都没见你拿过呢你别让我说好好的好的好的我回家之前跟那个谁直接选了你我希望我不要错付了我在追姐姐没事啥啥啥这想
这下太夸张了，准备出个败魔。我们现在领先这么多，哎呀，哦，这一下两个，他又杀了，我三个，我操！抢了抢了，你在干嘛吧？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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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少你一个，杀不到就杀不到，什么伤啊？还差15个，慢慢追吧你。你知道吗？我们比的是额外的20000点。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会拿到。我今天看我们平的，我嚣张，给他点嘴脸。没事，我下播就拿五杀。你倒是拿呀！我这，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出个装备，神装了。你拿了神装，一定要给我杀起来，知道吗？我帮你奶一口吧。他不是说打起20分精神吗？不要给他有可乘之机，让他再上。这头看到接下来都是你的表演时间，直接不回了。你看这个侠出了个败魔，我的天！哇、哦、帅！等下等下等下，哦，我先。这波可以啊、哎！我操！我操！我操！让他杀！快去抢一个！快去抢一个呀！杀了！杀了！杀了！行了，姐，你看这不是杀了吗？可惜我没有查克拉了。没事，我肯定不会让他拿五杀的，姐，我不会让他拿五杀的，姐。还是差。对呀、啊，6个呀，16个，16个人头，不，还有一个额外的20000点。你主要是打点头，你别管他怎么怎么样了，烦死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只要打团，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伤害比他高的。你伤害比他高有什么用？你点他头，你 K 他头，你去抢。对呀、啊，我上波不就 K 了他两个头？你就不，哎，怎么恶心他怎么来啊？不然不好追啊。现在差16个哦。我刚刚差20多个都能追起来，姐，你相信我？就是啊。这波是机会，哇、哦，可以，牛逼！后面，哎呀，他双杀了，快抢，快抢，快抢！啊，搞不懂，哦吼，三杀，这个给他点了，点了，点了，点了！哦，四杀，三杀，别让他补杀，没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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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哎，可惜了。可惜就差一个，不过也没事儿，我们拿4个，他拿1个，稳赚不赔了也。我肯定不会让他拿五杀的，姐，他一直切后排，对面我切不到后。现在不是五杀的问题了，现在是额外20000点的问题了，现在是五杀的问题了。哎呀！我回家一趟，我马上出来接。多少个头都？我现在900法强了。5个了。你不能让他再杀了。哎呦，他这杀的太快了吧！消失了这个侠。这只狗熊有点肉。哎，赶紧来啊！赶紧来啊！赶紧来拿头。来了，来了。啊！理解错误，搞他搞他，行不行？杀杀杀！这个傻狗熊，行，拿一个，这个、拿了，这个、拿了。为什么还一直追着我呀？我跟你减速了。能拿能拿能拿！哎。这个伤害没让他抢，哎呦，他又抢了，又拿了。
他这伤害太高了，他这个狂妄确九十一实。才能。哎，不多不多，也就领先22个吧。哎呀，都22个了！哦，对了对了，还有额外我能追？2万点。别说了，我不知道。我能追，我能追不会姐。扎耳朵吗？你能追，你能追。我又杀了。2个，你多少啊？姐，这不是在慢慢追吗？你别急啊！你这一我急，我都有点……等得了吗？都你相信我，37:16了，你相信我，都姐，快让杯，追。他都快杀你2杯了呀！对呀，是呀，烦没关系，反正岛屿是吧？岛屿已经是会追的嘛。你姐姐，我闭上局不？嘴了，这个头拿。姐姐，我上局不就这样追的吗？哎呀，怎么有人在跑啊？一直杀人呀！你上啊！这么多呀！这我们赌的是多2万啊！哎呀，你知道额外的2万吗？你别我知把这当一回事。我没是有没当一回事，我一直在杀呀！你没看见吗？我一直在杀呀！我这边等啊！你快点啊！我真的是我，他好急啊！我，你闭嘴行不？哎呀！干他们！我操！牛逼！哎呀，他又让他不是堵着他，你别恶心，你恶心他，别让他吃。给你那个啥一下！啊！我杀！我操！别别！我杀！哎呀！我操！牛逼！哎呀！我真服了，这个瑞文是不是有毛病啊？牛啊！我操！真他妈解气这一把！什么岛屿？哈哈，我都跟你说了，小礼物，我点了也行啊。你这额外的2万点我拿定了。你先别吵吵！哎呀，我听你的阳关时间烦。姐，你别生气，姐。烦死了！我能不生气吗？就对了，我就喜欢厉害的。我去弹菜了，你跟个假肢一样，我现在都快，我好急啊！你不是你差不多涨了4杀了，你才16个。哦，还有5杀呢。你别管了，闭嘴！还有一个5杀，这5杀那也是运气。哇！别让他再杀了。头在哪头？哎呀！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姐。这伤害真的。他三杀。他伤害，他现在伤害，他现在伤害太高了。我从他手里抢两个头都已经拼命了。多吗？你这样子比分怎么了？你比他每波比他多杀一两个也行啊。他有个狂妄，他每把都在叠这个。正在打娱乐，你知道吗？这是20000点啊，20000。不是啊，还有人头呢，别算，别忘了算人头，还有5杀，2个5杀哦。哎呀，姐，你先别太着急，我上把也是这样追回来的呀，姐。我不着急，20000我不着急。你在跟我说笑吗？20000啊！我帮你追，我帮你追，我帮你追，姐。怎么追啊？拿头追。你帮我追。你别啊！你自己起来！你让他跳技能！哎呦！悄咪咪！哎呀！别让他杀了！哦！在追！哎呀！哦！多杀一个！再杀一个！再、哎、杀一个！哎呦！哎呀，追不上，怎么办呀？好气！哎，我好急呀、啊！行不行啊？这随便杀，不是保护我吗？不是说给我安全感吗？给你姐急的电子烟了，那卡的。
耶稣给我安全感是这么给的吗？你先下游戏接，肯定能追回来的。我能不急吗？两万个点啊！哎呀，夜魔，你看我说，真的，我简直就是太厉害了。我说你可能会秀秀秀杀人，果然猜中了，烦死了。给你奶一颗，28个，四个五杀，四个五杀，你知道吗？四波，他们还得配合你，你，哎呀，反杀他，他不上，我肯定不能上了，姐，我一上，他不全收割了。哎，你还挺聪明。你收割呀，你上一波也没杀杀的多，每次都是他三杀他五杀，你呢？不、哦、双杀了，不、哦、三杀，我操，没办法，你反杀吧，三杀了。哎，你不会要死吧？确实要被猫咪打死了。哎呦，好烦呀、啊、这绿纹。这怎么玩嘛？五杀，哎，没连上啊，怎么？你不要打死我，你丢不丢人啊？这一丝血皮，你这都反杀不了，都给他杀了，人头都给他呗。没有啊。额外的，那是额外的，好吧，额外的，请你把额外这两个字加深一下印象。哎、啊，我真，你真什么啊？怎么了？哦，哎、啊，我真的被我被对面打的一点脾气都没，为什么非要看着我呀？你争点气啊！我在争气。哦，哇！嘣！哎呀！直接爆掉！哦，双杀！双杀！能走吗？能跑吗？啊！笑死他了！牛逼！我操！我以为你会被他堵在小拳脚里杀了的。啊！厉害，全是我们的。反了我都。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怎么玩啊？你说怎么玩？他随便杀吗？你不是信誓旦旦的告诉我相信你吗？说保护我。我是有保护你啊，姐。你保护个蛋啊！我管什么二七六八的？你看人头啊，我们赌的是两万点啊，我们比的是两万点，你知道吗？哎，姐，月亮姐，什么动静？不是月亮姐，你不知道吗？我风水。不是，我没给你频道，你怎么过来了呀？姐，我刚看你 YY 在线，然后我就踩过来了。我刚跟我老板打，你没事踩我的 YY 干嘛？姐，你听我说啊，我刚跟我老板打游戏，他要他顾陪，他不要我了。我今天一点单子都没有，姐。然后呢？我过来找你了，我看你在线嘛。然后呢？我现在在打。姐，帮我干我一个呗，我真没单子了，主要是、啊、没空。姐，不是你昨天怎么你真点了夜魔啊？不是昨天跟我开玩笑的吗？是我点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哎，姐，咱不是说38个头，我追，给我一单呗，我能打的。我现在在打，我没空。好，姐，那你等会儿能带我一个吗？可能带不了。为啥呀，姐？
我在打呀，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我在打，我现在没空，我一会儿也带不了。主要是我老板啊，这没死干什么？死了。姐，主要是昨天我老板，我今天老板也跑了呀，我没有单子接了。那你还挺惨的。对啊，姐，你带我一个咋的了嘛？你能不能带我一个？哎呦，我现在没空，我现在在忙呢，以后再说吧。别这样行吗，姐？月亮姐，你是我最最有实力的顶梁柱啊，你是我的后台啊。我现在没空。哦，好帅呀、啊！我操！哎呀，那你等会儿不能带我一个吗？我带不了，我没空。多少都？哎呀，你不要再整！我都说了，你没空，没空，你干嘛？听不懂话吗？主要是姐，你之前一直都点我啊，你现在怎么点夜魔赖啊？别这样好不好？我昨天不是跟他说好了吗？再说了，我点谁还要跟你报备一下吗？你昨天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谁跟你开玩笑？你说昨天跟我讲你在跟我开玩笑，而是现在你今天真点了夜魔啊？主要是我现在没有单子啊，这波要拿到头。你没单子，你去跳啊，你去找啊！我现在在忙，你是我在忙。姐，今天你必须做个选择，你点不点我吧？我咱俩这么长时间了，月亮姐，我没空，你下次吧，下次再说，有机会再说，有机会再说吧，以后再说。我今天确实没空。月亮姐，难道我对你不好吗？作为绊脚石来说，啊，月亮姐，你怎么不讲话呀？啊！杀杀杀！别让他再杀了，能不能别让他再杀了，在这儿让我做选择，我都已经说了。我跟都跟不上，咱们这么粘牙呀！你对我很好啊，你怎么见到夜魔你怎么这样啊？昨天跟我说那句开玩笑，结果今天你真跟夜魔一起玩。我没跟你开玩笑啊！你不是说跟我开玩笑的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开玩笑了？不看你在开玩笑。那你能不能带我一个啊，月亮姐？我真的今天没空。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话？你确定要这样吗？我咋样了呀？我今天没空啊，我在跟夜魔玩呢，我玩贼开心。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咱俩关系那么好，今天我老板要跟他顾陪去玩，我今天实在是接不到单了。我操，杀了两个姐。没空。怎么我才看到你杀两个呀？我真的等得急坏了都。哎，你别。别让我做选择了，我都说了我今天没空啊。主要是这个夜魔也不讲话呀，你这个夜魔也不说话，你哪里开心啊？43岁啊，你玩的一点不开心，我感觉。你看对，我挺开心的。你看对面小离我鬼哭狼嚎的呀，我怎么拿超多的头？而且我跟你说，我还额外赌了，额外那个要了200万，超200万点。现在然后夜魔玩的时候都嘻嘻哈哈，超与伤害。我现在也挺嘻嘻哈哈的，只不过你没听到而已。刚刚我贼开心。这哥们儿，跟你说，夜魔拉超多的人，他还有五杀。哎，这哥们儿，你能不能走啊？一姐明显都不想要你啊。还搁这干嘛呀、啊？不是哥们，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自己打的什么样子、啊？你还差一样、哎，你多拿点头啊！他双杀啊！你这个头啊！我来了，我来了，我给你奶。哎，哥们，你也玩的一般啊！你在游戏里面吗？你就说你叫什么？啊，你游戏 ID 叫什么呀、啊？我看看你战绩啊。你管我叫什么？慢一点，你不一次都没死，他一直在杀你，管我他呀？对呀、啊，你怼他呀，你堵着他，别让他再杀了，你自己多拿一点，我真的要急死了。我在追姐，我真的在追。我聊啊，姐。我知道，哎、我知道，姐。对，当时我看到你疼我、啊。我跟你说，
风水，夜魔可帅了。然后我跟对面这个小梨窝，我们还额外赌了那个额外20000点。然后他，然后夜魔就在这儿狂拿人头，真的是狂拿人头，一直打五杀。我操，太他妈烦死了！别讲了。月亮姐，那也就说这个叫岛屿的很菜是吧？不比你厉害啊！这关岛屿菜不菜什么事啊？这是夜魔帅、啊。你别再呛他了，你别理。哎呀，你别让他再杀了那个夜魔。我跟着他，我跟着他姐，他要拿人头我就上去拿。我知道。月亮姐，你说吧，你今天点不点我？不然我以后真的就不跟你玩了，我以后都不跟你玩了。哎，他又杀了。你怎么赌的？哎呦！月亮姐，你说话。我这个人，等一下，我先看我家夜魔杀人。我跟你说，我你家夜魔最不吃，爸爸受不了了，最不吃威胁了。我只要出钱，想当我陪玩的多了去了。你在这威胁我啊？啊？咱俩之前都玩了这么久了，你跟我一起玩，你不开心吗？啊？不是，那我玩再开心，有你威胁我的份儿了还我跟你玩不了了。好好好，你这种女的，你等着吧啊！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程度。哼，怎么这是狗急跳墙啦？点不了你，你就发疯是吧？你别给我叹气，你拿出你当时。刚进局的时候20分精气神来跟我说话呀，你当时说包拿下的呀，你玩我这么信任你，我在他给你直接选择了你。我怎么知道他能杀这么快啊？你怎么不能知道啊？他又杀的贼快。哦，帅，没事姐、哎，这波我能去，这波我能去姐。啊，他一次都没死，杀了70个，哦，双杀，哇，一棒，真的、哦、三杀。没事，让他先死。我真的，哇、哦，好家伙，闪现汗流浃背。这个梨窝姐姐，你是老板是吧？我加你好友了，我给你看个东西，梨窝姐。什么呀？看什么呀？你说呗。你看一下，我刚加你了。你感兴趣的东西啊？不说话就耍脾气啊？我感兴趣。不是吧？话多的时候，不是不说话就耍脾气啊？73:23，认真操作呢。杀！天哪！我还有额外20000点，我吃了，岛屿香。你脖子上顶的是啥呀？你给我老板发什么呀？不是兄弟啊，你玩的，我感觉你玩的也不咋地啊！你在这里说上话了，我跟你老板发啥跟你有关系吗？哎，你当着我的面加我老板，你发什么呀？李武姐，你看到了吗？李武姐。李我姐，我看看，看一下，我这忙呢。不是你发的啥？你发出来呀、啊！我发给你。为什么背后当老鼠人啊你？什么叫当老鼠人？当老鼠人，这波杀，这波杀，这波杀！哎，他就一直不上呗，这个夜魔，我天！对啊，他就一直不上啊。你们上，你们拿人头啊！哎呦，他不上我没办法上。这不总得拿点头了吧？啊，李我姐，你看到了吗？不，他又不杀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操！六。哎呦，我他怎么又没死啊？你能行不行？你这不行！你刚开始还说自己行，你还跟我装上，说自己
说最暴吸，简单 easy。不是他这，不是对面玩的恶心吗？好说。我现在我这一把只是单纯没怎么讲话呀，我老板也没怼，人头也在正常拿。这个姐恶心，对面也恶心，也没怼观众。刚才你们又开始压力上我了。为什么这么烦啊？我还烦上，我都是20000点，200那你差人家多少？错在没讲话呗。74，还74-0。错在关摄像头。我没有53。刚才也没怼你们，也没怼老板。对吧？你别提了，你闭嘴！认真给他打游戏。别说话，对面的。你还要压力一下，我只是怕忘记。我会死了，我玩我这么信任你，20000点啊！你说我打了菜，你说我怼老板怼观众了，刚才那确实我作为主播不应该。我话都没第一没讲话，姐我肯定行也不行，我讲话说话多，行不行？赶紧打好人头。我还相信你个什么呀？我开始就一直说相信你，相信你。现在呢，我看到结果呢，75-23。话不讲是我话少，是我装少爷。啊、兄弟，我讲一下。75-23。那是讲话还是不讲话呢？哎、追着看。讲还是不讲？哎呀，好烦呀、啊！对面怎么这么肉啊？打不动了，现在已经打不动对面了。人家能跑掉啊？你能不能走啊？你没选上的，你搁这待着干嘛呀？你跟个人机一样，我想换人啊！你要挂了20000点，你知道吗？跟你玩这个游戏，我现在都不敢说。你别换，你相信我，他肯定没我厉害。没差上哪了？你家有什么实力？你这是什么人才？不相信我？信你啊！我现在都不敢想，我输了一共多少操？老子点啊！老子点的全输完了。给你姐激动的都消音了。啊，林窝姐，你看我给你发的战绩了吧？哎呀，不想说话呀，刚才。你能不能走啊？你选不中的人能不能走啊？你老板都选不中你，让别人上，你搁这干嘛呀？能不能走啊你？打的菜就打的菜，你有思路吗？你能不能走啊？你能不能走啊？啊？什么叫我走啊？你选不住就搁这抢东西啊！你打的不行，我不能上吗？啊，兄弟，你直接走吧。打的不比你好啊！打的不比你好啊！滚，知道吗？你赶紧滚！你赶紧滚！不要像个狗子要死！我紧游戏体验，别输太难看。我知道，我再去，姐，这波团我肯定能下很多个。玩了。不是兄弟，你会玩英雄联盟吗？你快点走吧，我听你声音都恶心，哥们儿。还听我声音都恶心啊？你打完我像听你声音一个恶心岛屿。你相信我吗？你不能上，你还害我输这么多。你还不趁着最后两下子多打几个人头，别让我都。我肯定能杀。我肯定能杀姐。打这局滚的是你，岛屿，你肯定能杀。姐，你别让我走啊！哦，让导演死。实力让我看到呀！你没有让我看到，你跟我太说了。你一直都在那边说，相信你可以，然后我看到击杀。姐，你相信？两个，哎呦，这些姐，我他根本就招杀不到你四个。哎呀，啊，好烦啊！五杀啊！这个为什么拿不到啊？你的头都抢不到，哎、你是废物吗？哎、你是废物是吧？哎呦，不是，杀真香呀！拿到，我操！你还狡辩？不愧是你啊，叶博！我就看你行，果然我一开始的眼光就是。姐还行吧，还行吧。真牛逼呀！我操！真是。赢罚了，我操！结束了吗？哎、我操，他攻击怎么都800了呀？哎，不是兄弟，不行就赶紧滚吧，行吗？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你能不能走啊？你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搁这儿要饭呢？哎呦，姐，真的好牛啊！姐，你还
你别让这个差距越来越大，我看你这24就一直没动过人家的哭哭掌啊。没事，这波发的战绩了吗？我都下完，看着了。那个女枪是我玩的，知道吧？哦。啊，这个兄弟让你让姐那么生气啊，玩的有多菜啊？你能不能滚啊你？你能不能滚啊你？被偷了。不打都没有我脚知道好，在这里说上了兄弟、啊你。你赶紧滚行不行啊？你赶紧滚行不行、啊？你是什么东西啊？啊！打只会搁这要饭是吧？你在这里说，哎，搁这只会要饭是吧？搁这只会要饭是吧？你打得很好吗？你把你战绩发出来啊！只会打嘴炮吗你啊？啊！哎，你会干嘛呀？只会要饭是吧？垃圾！只会要饭是吧？废物！你在这儿啊？哎，别搁这叫，饭都吃不上的选手搁这叫，哎呀，操了个逼！你饭都吃不上的啊？对了，你等我话都说不出来，你还跟我叫上了。饭都吃不上的搁这叫，知道吗？有，不要给我滚，废物！叫什么？是狗屎啊！你这个废物给我滚！你叫，你真废物！拉路上来了，他俩吵起来了，他俩吵起来了。你是什么东西啊？你还叫岛屿？为了你家是卖岛的？哎，你家是算风水的啊？啊，菜鸡住水里啊？玩的菜你不厉害？闭嘴，知道吗？哎呦，玩的菜你说什么？不比垃圾东西，为了个单子吵起来玩，你玩什么玩？为个单子吵起来，饭都吃不上的选手搁这叫，李沃姐，那吃上饭我免费给你打，你把他麦毙了，嗯，李沃姐，我免费给你玩，真的，哦，你把他麦毙了，你给他踢了吧，这东西你要他干嘛呀？哎，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个狗吧？你是个饭都吃不上选手，你是要饭的。你要饭狗，你是不是个舔狗啊，兄弟？啊，我不想说的太难听，我不想说。你是不是舔狗你啊？叫不出来了。哎，给我整笑了。四个头啊！夜魔，你这把位真厉害，我操！两万点的两个五杀还是几个五杀？我都不想，哎呀，我都不哎呀，我靠！我都不敢想了，我都。我太开心了，我这一把真的。哎，李沃姐，你别生气了。没想到李沃前面那么说，我的扬眉吐气。我操，今天气儿都顺了，舒服啊。哎，李沃姐，你别太生气啊！这把我给你赢回来的。我能不气吗？吗？你看到我战绩了吗？你看我给你发那个截图了吗？看到了，风水。我看你一局怎么打90个，真的假的？真的。哎，真的姐，我骗你干嘛？不要让风水来，小心说我做局。玩的跟什么一样？你当夜魔还我姐生气啊？怎么叫风水来就是说我做局了？我免费给你打，是不是？这把肯定给你赢出来，知道吗？你消消气，可以。做局得有证据啊，咱得讲证据。你也别太生气，这样跟狗。我生气了，他84，我们现在84-24，你敢信吗？没有证据，张嘴就来，肯定是不信的。菜他还在这里叫，你知道吗？肯定是不能信的。还有五杀，狗叫，还有五杀，嗯、哦，还有额外两个点，我头都要晕了。哎，没事的，姐，你消消气。哦，这伤害。这把不都已经成定局了吗？没事，下一把我帮你赢回来。定局，他多。我就可以少给点儿、啊，不是，我可以少给点儿、啊。等一下，毙了。下风水，你要打我？咋了？回家了。啊，真是啊！不能打你是啊？明天有比赛是吧？是明天、啊，哎呀，明天有个哎打比赛了，妈压力又很大了。好搞笑啊！我打你怎么了？你也挺搞笑的呀。哇、哦，那你说我打你怎么了？这之前点你都是喂狗了呗？你要说是喂狗了，那行，我服气。我刚才给过你机会啊，我让你做选择，你非要选这个夜魔，你现在说我反过来打你，你什么意思啊？我说我没有单子，我让你带带我，凭啥带你啊？有单子？你没有单子，关你是要饭的呀？你是不是要饭的呀？对呀，为啥带你啊？哥们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跟我没关系呢？今天老板点我的，为什么还要带你呢？你自己没单子了，哦、你要不起饭了，你还让我老板赏你点饭呢？啊，你是讨口子呀？你是狗吧，兄弟？要打说不过就是狗了，说上我，你又是狗了，你是讨口子，自己今天没单子，咋了？有老板没老板点你啊？还是给老板把你刷下来了？嗯。
真的放下网开始骂我了是吧？啊，没事没事，风水。啊，刘我姐，我跟你讲，我直接把岛屿卖毙了，你可得给我好好打啊。哦，我等会儿一定帮你好好打，姐。没有一个拿手的，也不都上88个了，他才上25个，你敢信吗？嗯，真不嫌丢人啊他。自己玩的菜还这里叫，我真搞不懂啊。谁啊？刘我姐，你说谁啊？我搞不清楚状况。你说我还是说你是？他一开始还放水。我哪有说你、啊？他在。哦，我也没说我呢。说你了吗？那你说谁？我说的岛屿、啊。他在说岛屿。我也没说你啊。嗯、刘我姐，你们这把什么时候结束啊？哦，他妈！我昨天我打的女枪的战绩，装他自己玩的呗，给他老给他老板说是吧？越差越多了，烦死了。哦，等着吧，那我不拆穿他呀？一下好吧，就一下嘛，不能让他风水把这局，拿我的战绩图丢的点全部搞回来吗？腰上弓了，行，两万点啊！我跟他赌了两万点，我跟他比了两万点，你知道吗？额外的两万点，然后再加上现在差了多少个头都88、85。下一把我就把这两万点，他差了多少个头、啊？那肯定啊。肯定爆了赢回来了呀！不，这次爆死了，总是那么肉。哎呀，他不三杀了都，五杀，不四杀，五杀，五杀，别让他就生气，五杀了，哇，不是他真五杀了，好几个、哦，嗯、真的是太牛了吧，夜魔，太棒了。刘我姐，三个五杀，开心！岛屿玩这么菜吗？我是等他下一把开打了揭穿他，还是现在还没开打就揭穿他呢？岛屿，啊！说完真的，就一直就没有杀过人，他就开摆了。兄弟们，你们说，我现在想死。现在还没开始打，我的眼光揭穿他太好，还是等他开了之后跟他老板说，然后让他老板投诉他。不光解气，这笑的恶心，恶心啊！恶心就去吐一下喽。哎呀，多吓人！那你们赶紧把这把游戏打完啊！打一把再说。你把这把游戏啊，等开打了，你别说话了，再跟对面老板说，风水，我没见过，让他投诉他。现在说，我也是之前给你饭了吧？什么叫给我饭啊？我稀罕你那点东西啊！我觉得开了再说、啊、你不稀罕你跑过来求我啊，现在是觉得有主了，所以现在开始这样跟我大呼小叫了是吗？行了，岛屿，岛屿，我给你给麦打开，你回答我问题，别跟他吵行吗？可以扣一。哦，我错了哥们儿。岛屿听见了吗？气死我了！跟你说话呢，风水。我又气死你，你怎么没气死我啊？岛屿，我操！啊，一了是吧？我自己给你做选择了呀。我操！不是吧？你是谁啊？你做完选择，别人就一定要选择啊？不是，我搁这儿憋坏了，姐。我刚刚在打团，你叫我扣一扣一，我扣不了。我刚扣，哎，那个姐，我听那个我说句话，姐，那个刚才这个、啊、这个风水是不是给他老板给这个给他老板发了一张战绩截图呀？什么？啊，好像是、啊、他不是那个风水说什么女枪是他玩，不知道是啥。哦，是哪张截图呀？我记得我昨天我也玩了女枪，不会是我的吧？啊，刘我姐，你把夜魔灭夜魔的麦给他闭了，他又要胡说八道了。咋了？真的吗？先把他麦闭了。我不知道呀。先把他麦闭了。哎，哇，三杀！什么东西啊？什么情况？四杀！他一会儿能胡说八道。你别让他胡杀了、啊。姐，我死都死了。哎呀，
哦，我知道了。我们现在是没有证据。咱们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他万一真会玩女枪呢？万一是他自己玩的呢？哎姐，你们这把没什么悬念了，赶紧结束吧。说实对不对？没什么悬念，现在悬念在这，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废物一个头都不拿，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截图呀。管人头的神，我操，这一把拿的真他妈爽。姐，你他妈真逼我卖呀！月亮姐，你们这把赶紧结束啊！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姐呀、啊？你以为我不想吗？啊、我认识你吗？你谁呀、啊？99，我心里苦啊！你我姐，你真逼我卖啊！万一不是，万一是他自己玩的，我什么你都信啊？我不烦吗？万一是他自己说的，啊、兄弟，你说话都开始结巴了。啊、兄弟你还背刺我风水，真的恶心啊！你什么叫我背刺你？哎，别快说，快别说了吧，赶紧结束吧，行吗？不是别人，别人嘴巴贱，这属于别人品有问题啊，可能教养不好。你这种纯属背刺老板的，你纯人品有问题啊，哥们。哎、兄弟，把舌头捋直了说话行吗、啊？别嘴里跟烦了、就是啊、什么东西一样。恶心！我操！我他妈听他说话我就想吐。是呀，那以前真是瞎了眼了。再怎么样也不能打当初点自己的老板呢，对呀、啊，我还给他饭吃，他那他明显他妈饭下饭碗，这不骂我的吗？是呀，给我什么饭吃了？姐，你放心，你说让你带我一个，今天我就替你教育一下他，姐放心。我尊重你，我叫你一声老板。我相信你，我不尊重你，什么都不是，知道吗？你看看，你看他这个嘴脸。你这个嘴脸，妈，我怎么早不知道你是这种嘴脸啊？你这现在是暴露了吗？不是姐，你真的会点这种人吗？你这个，你之前带这个嘴脸，我可从来都不知道。岛屿弟弟，把麦闭了吧，舌头捋不直，话都说不明白，你说什么？哎，刘我姐，你们赶紧结束这把游戏吧，哎，别墨迹了。好，对面102了，你知道吗？103，103少说了一个。啊。姐，真的，你不要换我，我下把肯定能好好打。来吧，来吧，可以吗？对面复活时间有点久了，可以吗？姐，推了。还这时候还要叫上了？你疯了吗你？复活时间有点久。没事，李墨姐，你少生气啊。你疯了吗？上马输了，说哎，还没到最后一把，那行吗？这届把算最后一把，这把打完我不打了。最后。这把打完不打了。这一把打完，那你看着吧，你看着吧，哎，烦死。他说那个啥，这一把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吧，对吧？应该就这一把了。我跟他刚刚也说了，不要赖。姐，对于他这种背刺老板的人，我跟着他没毛病吧？我觉得没有毛病。OK， 什么叫跟着我啊？我觉得哦，我记得了。我记得你老板刚才上一把岛屿说让你跟着我，一直跟着我，一直没找到机会跟着你们。这把该我跟着你们了，差点忘了。你别跟着呀！首先你家陪玩有一宗罪，背刺老板，辱骂老板。第二点，二宗罪就是你跟着我，这把我得跟着你们了。来，能不能别在这里？一点问题没有。你别跟着我们行吗？自己不会玩游戏吗？那个小梨窝。那个小梨窝，我刚刚已经就是在你说的时候，我外面已经录音了啊，就是再赖就是狗。那怎么了？我都说了最后一把，愿赌服输。这就最后一把呀？你要当狗吗？那肯定，我不说了打到维护了。哎，没事。哎呀，这样吧，你这女枪这么厉害啊？哎呀，哎呀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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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喜欢听你在这里叫。啊，哎呀，死了、哦、死了、哎、死了！怎么死了？抓马，我拉个三人群聊，拉助理、月亮还有我，我们每个人给助理转2个 W 点。这局我们要赢了，300多个，谁全收行不？这赌的够大了吧？这玩的够大了吧？我没问题啊，我相信夜魔啊。来吗？对啊，就来呗，反正我相信你，夜魔，好好打这条。
条狗，我真的是服了这个风水了。昨天你看，昨天，昨天那个叫什么小维，小维一直压力他，跟我在那搁那哭，说什么小维骂他欺负他，我还过来安慰他。我的天哪，今天他就来打我，这女强人呢？什么操我女强人呢？这女强怎么跑中路搁这跑中路去了？跟你有关系吗？跟我肯定有关系啊！跑下辅助一个人走了，怎么会没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来呗，你跟呗，我看你拿个头，跟他拉开差距去。行姐，怎么会没关系呢？我先发育一下，关系老大。我想看你拿九十个，我想看你送你的是女枪。太难选了呀。没事，我先补兵发育，让他跟着。没事，他不喜欢跟吗？姐，来来来，姐，咱俩跟着他了。啊、哦，咱俩一起。我们两个要一起喜欢跟上。我们两个要一起跟吗？对，一起跟。喜欢跟，我让你跟，你好好跟啊。怎么死鸭子嘴硬呢？你嘴咋这么硬？喜欢跟在我，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吗？狗屁虫。嗯。嘴怎么这么硬？嘴硬不硬？咱一会儿见分晓。小心，你奶一口。好奶。就这样。哇，牛逼！这怎么？哎我，怎么回事啊？有人怎么一直？哎，我真服了，姐，这不我失误了。你又落后我上点燃了。我开始说让你。我给他先上了点燃，关键你知道吗？不是你不是相信他吗？你相信他，他九十个，二十，才一个，你先别叫。一个两个的不在乎。女枪后期很强了。哎呀，女枪没、女枪后期没塞纳强吗、你别急，我跟你说。可能是他你再杀回来啊。怎么第一次怎么我第一次见老板给自己画饼呢？真的厉害。风水起来。就第一第对第一次有老板给自己陪玩画饼，就是找借口。好了。好吗？对，听不了自我安慰还。这是有点厉害的。没事的，李我姐，你不用听他们在这里瞎说知道吧。你不用搭理他们，你搭理他们干嘛呀？没有什么好搭理的，受不了，尤其是那个月亮上去那么恶心的嘴脸，一直在那里跳跳跳。我老板的嘴脸如果是恶心的话，你的嘴脸你的嘴脸就是下恶臭，喜欢狗懂吗？狗仗人势，就是啊，他俩不是真烦了。他俩是没事了吗？赶紧追人头啊，零杠一，别叫，不要只会叫行吗？你姐等着你拿180个。又回家了，你咋这么喜欢回家呢？他怎么这么喜欢回家？说话，风水，说话。你是不是送快递的呀？我送没送快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看看你，你就看话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高低应该是个太监，真的讲话有点阴阳怪气的。没事的，李我姐，咱们不用听他们在这里叫，玩战术呢。你拿个头，你拿个头，我就能乐呵了。行，姐，直接保护。行不行？行不行？直接保护。行，姐，来，喂，喂，喂。这女枪子没伤害，这点人不痛呀？痛不痛呀？你讲。这 ADC 也不行呀、哎呀，眼看这老板的话以后，眼看这老板以后不点你单了，现在倒好，露出嘴脸了。嗯，刚才上一把还舔着月亮说：“哎，点我一把呗，月亮姐，我没有单子了。”这把倒好，有现在有个老板点你了，开始变嘴脸了，啊。你不也在这里抢我老板啊？我还需要抢你的老板？是老板不要你了。好吗？哦，管好你自己吧。
你还包上你家陪玩说话了，第二个头吗？真的？对啊，他怎么还包上了？那我肯定，我肯定管我家自己的呀！你把这头拿了，把这头拿了。哎，这人操作打不到，过不去啊！还跑？那交给我了，姐。你看看、啊，哎呀，哎呦！哎，我帮你扛，快快快快快，把这头拿了。拿吧，没事儿，没事儿。哎，小心啊！哦，没事，一个不亏姐。哦，怎么死了 ？OK， 跟屁虫怎么死了呀？死了，死了，人头也比你多，死了。哎，有人也活不久了，你看。哎呀，怎么有人死了呀？哎、喂，喂，你看看。哎呦，怎么有人死了呀？看看喂，哎，说别人，自己也活不久。我死了，人头也比你多呀！你刚说完你就死。燕博，你叫吗？姐说话，没事，听着呢。就是我不要，我不要他了，我要你当我顾陪，你赏脸吧，我就得气死他。又开始舔。姐，我这边我接单也是，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的。哎，装上了。啊、你就不说，你就不能说个。就不能说个可以，然后气他吗？可以啊，接着再说嘛。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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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得气这个小人得志啊，搁这觉得自己抱人大腿了。对，这个吃里扒外的。啊，我想一下啊，装上清高了，今天赢这额外的两万点，我给你2113.14吧，一点点心意好不好？赢了这么多，我也不是抠逼。爱你1314呢，表达自己的爱意了，在这儿。姐，钱的话就不用了啊。太丢人了。从来月亮，月亮，没事啊、这叫月亮呢。我跟你说，这是小红包，你拿去随便吃饭呀，喝奶茶无所谓，你爱干嘛干嘛。哦。不许 你要是不想要，扔庙里捐了也行。想要、啊。就是我的心意，我就是要。要是肯定想要的，之前问老板要红包，给老板投诉了。上面给我上面能给我整到后遗症了，你跟他追平先啊！行姐，还有这事儿啊？嗯，没事，风水、啊，你今天给我赢了，你也可以当我护盆。我操你个狼人，真的！本来这个头，本来这头是我的，这狼人在草里，我真服了。这个要叫月亮的，你从来都没有给我转过520啊，还有这个211314，你变心真快啊！你也配啊？这个样子啊？管别管他屁事啊！先赢了，这个狼呢真……你先赢了，你当我顾陪？哎，这要赢啊！哎，这样平了，哎、你再杀一个，你再杀一个，多跟他拉开差距。你看，叶博，我奖励你的这2113.14，都能点个摸摸唱唱了，对吧？哦，是不是？哦。你准备用来干什么？你不会真的要摸摸唱唱吧？啊？不点不点。算你识相，这怎么被他勾着了？有机会。哎呀，还想抢，还想抢，哼，搞笑。这个头，我再这个头要拿，这个头要拿。交闪，啊，闪现了，哎、交闪了，可以。太对了，急坏了都。你杀姐，这不是我不想拿这个人头，赶紧挤来！我真的，我这把真的不想说。哎，有人要死了！哎呦，谁被一口咬死了呀？就是，真好吃！哎呀，喵喵！别杀了！来！哎呀，牛逼！哎，一个杀又一个被杀，你又落后一个了！哎呀，姐，我看到了，我那个狼人过来抓我，就一直过来，搞不懂这个狼人干嘛的。你恶心他呀！我也想恶心他呀，姐。狼人，狼人打得好。哎呦，狼人打得太好。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对待狼玩的还挺好的。我也觉得先杀谁。我也觉得玩的挺好的。
是个有那个啥的，有思路的，有思路的。哎，哦，好杀！我操！哎呀，又杀了，短了一点。对啊，呀，怎么有人高火啊？怎么三杠五啊？这个战绩不好看，怎么九十啊？哎，九十上几来着？别叫了。到最后了没有？见分晓。你杀人啊！我看你三在这很久了。我知道姐。风水。看我再去下路了。那都杀了呀。雪明。我看着了吗？赶紧把这机器人搞掉。我倒要看看这白眼狼有多厉害。哎，不是手下败将吗？这个风水怎么今天又来 了？没被打过吗？杀了。昨天刚揍你了，姐，咱们揍。姐，我昨天刚揍完他，今天还赶着过来，又要给我揍一顿。他快要死了，哎，他闪了。哎我，这怎么狼人是跟闪啊？狼人玩的太好了。哎，说这狼人是个会玩的。玩太好了。哎呦，笑死我！你怎么还没有他杀过人？哦，牛逼！去吧。姐，哎，我就应该歪歪隐身，他跟着我过来，妈的，真恶心！我也在想办法，你等一下。我歪歪一直隐身呢。他这个狼人怎么就追着我打呀？哦，以后我也隐身。我不想听这种想办法等一下这话。我好姐，你我现在就去杀人。你下手给我看呀、啊！我现在就去杀人。这个、势头不太对啊！势头不太对，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杀人。你才发现呢？我。没事的姐，你不要听他们在这里瞎说，你不要听他们在这里瞎说。你才发现势头不对呀、啊？他三杠六了，七杠一，三杠六，怎么回事？你这波出来，哦、八杠一，少说了一个。哎呀，好了好了，他又去中抢了，他怎么去把他抢掉？哎。抢啊！就这个，好、哦，就这大，就这了还没抓，哎呦，就这，就这大，就这，就这啊！我差这么多让他拿到了，你这自己不会去拿人头吗？哎呀，就这，还被 K 了头！你是自己不会玩吗？你没长手吗？你咋这么急啊？九个了，哎呀，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啊、哎呦，这个狼人怎么又过来了？我真烦死了！这狼人也太会玩了。这不是过来搞我心态吗？哎，我真无语啊！怎么又过来搞我心态？每次都是这样。不、哦，你在搞我心态了，你现在有点儿。这狼人喜欢。姐，你没看到吗？这个狼人他一直过来抓我。你给我这写着你杀了九十个，你说你这操作你怎么杀到九十个？小屁孩，你先憋着，抽象都给我看绿了。你先别着急，我再想办法杀人。你等一会儿。着急吗？我们刚约好的，你忘了？我没忘记，我给你看了，我给你保证过。你保证？你保证你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姐，你等一会儿。你先别压力我行吗？我先，你先别。哦，对，我记得了，姐，他对动物过敏，姐。姐，昨天这个风水的话，他遇到只要对面关于动物的，他就不行了。我记得他了。会不会说话啊？对对对，他对动物过敏啊，是这样的。兄弟，你会不会说话啊？哎呀，一天没见，你还是那样的对动物过敏呢，你，我真服了。我真受不了了。我操！坏了，这怎么都让他杀了呀？对面还有个猴子呢，你完蛋了。哇！对，对面还有个猴子，你完蛋了，风水。猴毛过敏，狼毛也过敏。姐，他对动物过敏。昨天的话，有个龙龟，有个猴子。啊昨天有个龙龟，有个牛头，他老害怕了，真的。你搞什么？原来是这样。哦，不是他，记错人了，姐。姐，我记错了，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吗？哦，记错另一个陪玩。乱造上哦，另一个陪玩。哎呀。我还以为是他，是狼毛过敏是吧？我以为他对动物过敏呢，搞半天呢。
哎呦，我真的我，好像不是他，忘了，我是被炸死了。哎呀，哎姐，你先别炸，没事的，我等我给追回来。等我，等我。姐，清线，清线。姐，清线。你能不能别听夜魔在那里一直说？你让他搞你心态了，你知道吗？你搞点实力，你知道吗？你开场就三个，现在还三个，你看人直接吃了。哎，我靠！姐，我知道。给你姐集成超熊老奶了，我靠，烟都破了。我操！真超熊要翻了。哎，姐，别这样行吗？你再这样，我要红了。不是他，真不是。姐，我给你发了截图。你先等一会儿，我在发育呢。都是那时候的事情，我不管你之前怎么样，你在我这儿，你就得给我做到牛，做到优秀，你就得给我杀过对面，你知道吗？你们记性，人头举报，我那么相信你们。我知道，我也在想办法拿人头啊。你拿什么资本跟我说知道知道？哎，我没，我靠，他杀害怎么那么高啊？这都让他拿走了，这就高了，这就高了，这也不高。啊这都没勾到你、啊、能杀九十个吗？能杀九十个吗？我没有走位的吗？没我不会走位吗？气死的。你会不会走位跟我们有啥关系啊？哎呀姐，这把你说的这都让我扭掉了。你这叫扭吗、哎、你都没扭。你没看到我扭、哎、你别说、哦、好杀。哎呦啊，十八，我靠，这个狼、啊，我操！啊，这都让他拿走！啊，我心态要爆炸了呀！怎么这样子啊？这就爆炸了！哎，兄弟，你自己不会去杀人吗？你这把说好的杀九十个呢？你给你老板都发战绩了，你看你这把打成这样，三杠八，你啥情况呀？三杠八，怎么回事？你啥情况啊？你们先别说了，行吗？影响我的思绪了，我怎么打呀？你说我陪我？你平时打人头局，你平时打这个人头局，人家不搞你心态啊，人家还舔着你。嗯，你先别在这里叫了，行吗？就你最会叫，你又别在这边叫了。哎呀，你说话没有用啊！你快点，对呀，我只看人头。对呀，你老板只看人头呀。对呀，你跟你姐不是说？对，你给你姐，你给你姐不是发那个九十个人头吗？你这把才几个？三个呀！哎呀，我怎么又死掉了、啊？你看你又死了，你看看你。你废物！哎呀，真的是，是不是？我不死。是不是老板的原因啊？是不是老板的原因啊？姐不是。哎，有可能。对吧？有可能。姐，我一会儿就爆炸了。姐，奶我奶我。怎么打呀？姐，咱不送了。他妈现在就爆了。姐，咱不送了，咱不送了，这一把不能送了，哎、没人清线了。好好好行，但是我有点不太清楚是动。哎呦！哇，靠！这个狼两下就伤害怎么这么爆炸呀？两下带走。二十二了。姐，我看到了。你说的我都不想听。你这操作手法，这把怎么这么多辅助呢？全是起来打的比你好。全是辅。姐，你别一个清线的没有，对，清不动线了，你一个清线的没有，还让他捡了一个，就那个残废一样，哦，没有捡，给你加个速，我们手比他长，哎呀，他手怎么那么长啊？你说你有什么用啊？因为我哪走位都比你灵活，姐，我也想拿那个人头啊，我要回家卖个装备。九十个，九十个，你知道吗？你这怎么杀到的九十个？我真的要怀疑你了。你必须得怀疑，你现在才怀疑啊！你赶紧怀疑吧，真的。你看看，啊、你看看，我操，他又死了。哎，是吧？四杠十。对呀、啊。这个狼人怎么老是过来？狼人是对手，不打你打谁呀、啊？你就你站在外面，狼人不打你打谁？你就说一句这句话，你竟怎么说一句没有脑子的话呢？你的意思狼人遇到你的话、啊、脑子都要爆炸了，你的意思狼人遇到你得绕着你走呗，啊，嗯，能不能别说了，你打心理防线呢，你这把还有两万点呢，你这一把你咋回事呀、啊、
你还说，哎你，哦，你在打鱼走的时候还信誓旦旦的跟我吹一下了，说家没了姜，那输的都赢回来，坏，这个，姐得守家了，哦，我还等着那个哥们请我喝蜜雪冰城呢，你还喝上蜜雪冰城？啊，李我姐，我跟你讲，咱可以喝别的。对，李我姐，你听我讲，我真的听你讲话就烦。你别听他妈蛊惑你行吗？蛊惑你，你自己就在蛊惑。放石。哎呀，啊，你听妈在那。那个李我，李我，李我，我跟你说一句话，我当然我是怀疑啊。哎，我这都拿不到吗？我现在极大的怀疑，他刚才给你发的截图是我昨天的战绩，他把我的战绩说成他自己的战绩了。因为昨天我跟他，什么是你的战绩啊？因为我。